感谢主，听什么？我住伫过去的正济长度内面，开始讲到悔改的生命、悔改的意义、甲悔改的心、悔改的态度。我全专注重了咧悔改的生命，因为未有人叹福气。那这基督徒若信主了，不是单单是信主基督的呢？咱要知影咱过一个悔改生活。今日我就是要咱分享悔改生活。但是我跟你说过的是悔改，悔改和圣灵原本的意思就是走到后面的路，还不是走到后面的路，走古早走的路，或者是黑暗罪恶，然后不走的路是邪恶魔鬼的路。今日悔改心主来的人转到后面，走主的路、光明的路、圣洁的路、得胜的路、主的路，这是悔改。那还有什么？咱讲到悔改，有时候唔单止是咱心主前个悔改、决志、祈祷，来讲几句话就悔改啦。悔改甲你生活、甲你生命有直接的关系。悔改就是你生命内面诶，这个诶进行一个后劲，甚至关系到你的思想、你心灵、甲你手所做、脚所行的路，有真正重要的关系。那很奇怪，我来解释把悔改到一下搞到方向，才应该是一个结论的东西。我要跟你讲，当你讲到悔改的东西，你就要过一个悔改的生活。好，你是悔改的生活，那你要安怎过一个悔改的生活？请你看《使徒行传》十六章十五节到咱二十节 X chapter 16 verse 15 to 20，《使徒行传》第十六章十五节。到咱二十章 ，Acts chapter 16, verse 15 to 20， 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十五节到二十节。使徒行传十六章这段圣经就是主耶稣住伫保罗必备基督徒的东西，主耶稣向伊献献，然后呼召伊，叫伊出来，改变伊生命，叫伊做传福音的工作，你去做使徒。那现在我们来看发生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十五节到二十节。圣经来讲，我讲主啊，你是一尊，主讲我就是你所必备耶稣。你起来徛了，我调移向你献献，并派你做执事、做见证，将你看到的代志，甲我将你指示我的代志证明出来。注意不要命啊！耶稣对伊讲：我要救你脱离百姓甲外邦人的手，我要切入到伊人的刀去，要叫你的目睭摊开，要叫伊人的目睭摊开。大家讲目睭摊开，大黑暗中归向光明。大家讲大黑暗中归向光明，就是撒旦的关系归向神。大家讲就是撒旦的关系归向神。又不信我贪要加罪，把一切加死的人贪得其业，咱们阿好基督。主耶稣救过你生命，叫你开我兄弟姊妹的目睭，改变我兄弟姊妹的生命。你话引导伊人，互人今开始过一个悔改的生活，叫我的生命无停改变，无停的模仿。过了主欢喜的生活，互你名跟着至关的荣耀。感谢你听基督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弥陀佛，阿门。感谢主。那即卖跟耶稣呼召保罗的东西啊。甲伊讲到，伊来到这个世界，要拯救这个世界的原因是啥物？伊看到啥物件？就是人的生命落在黑暗中间，与撒旦的关系，然后目睭青盲，因为保罗将人的灵魂归于神的角度，叫人的目睭拍开，从这黑暗出来，甚至带着魔鬼出将超越百姓，都对来光明的角度，这个就是。
悔改原因，甲耶稣定十字架所留的宝贵，化水家己的身躯，完成这救恩的计划，都是未人的目睭看开，未人出黑暗见光明，都是魔鬼的手下，他就偷放进入光明国度，赚着主的福气，他就赚到福分，这是贵福音。贵的福音的意义就是在这边。但是另外，基督徒接到这个悔改的生命，悔改的生活，赚到这个福气，都是带你魔鬼撒旦手下离开，带你黑暗见光明，目睭他就拍开。那像这块，等到我悔改了新主过后，他的生活才重要。那新主过后，我报价都赚福气，但是我无报价都赔不着百多。你看到身边两多身边真济新主都赔了百多。新主都不在讲话了，不咯？是不是？新主都不在失去了属灵生命，有无？有嘛？是不是？所以新主过后，行到同学，那是行悔改的生活，你过悔改的生活。但是新主过后，我无报价都赔不了百多。所以就是两多，等你悔改了，是不是？认罪新主了，是不是？你就得要过一悔改的生活，别再行到头尾路的，别再行对罪恶的。未使行对黑暗的，未使我哋行对魔鬼的国嘅内面，让魔鬼嗰啲掌管到，让你生命落到你池仓内面，哦，就系招助灵救你生命，救点先发现住喺你生命落到你罪招助内面。哎呀，这都是真正可笑嘅嘢，因为新主蒙福，你新主背后都白到，嗰只落嘅话，这是真正是无价值嘅嘢咧。听到？你到你新主背后，俾人跪悔改神话，头先。大家来看，跟你今日讲你保守自己，你要保守你自己 ，keep yourself， be the keeper of yourself。杨志文，保守自己真重要。咱看圣经啊，箴言第四章二十节到二十三节 ，Proverbs chapter four verse 20-23。箴言第四章二十节。九加二十三十，圣经大圣经讲得真清楚，咱看，箴言第四章二十节，圣经讲唔系惊，你要小心听我话，你要真正小心用耳啊，切耳听我话。拢唔通你离开，唔通离开你的感觉，你存记到你的心内，你会记在你心内。因为贪着伊的，就贪着生命，过贪伊你全体的荣耀。你保守你心，赢过保守一切。因为一生过后，大家讲一生过后，要大的心发出来。也是话，你可能做圣经在当下，圣经叫你将伊话，把调你目睭的，放入到你心内，可以望离开你耳仔，叫你小心听，小心话，将你生命，用你生命去会记了上帝话，会记上帝，会记你保守的心，大家讲保守的心。但是这款我们的心是溃杂的，我们的心是消极的，我们的心是罪恶的。阿们是哦，不能走的啊，因为我们在罪的位在罪性生出来，所以心呢真的危险的所在。这个人的心那归向我主，保守到你的心归向主，这个人是死人都无望了，这就是悔改的生活。这里这个叫做保守自己。那这个人的心慢慢偏邪，慢慢偏恶，慢慢偏向黑暗的道路，偏向魔鬼道路，那听你怎么样？这个情形啊，你虽然心主啊，但是你感觉过来挂在黑暗内面，都慢慢你心啊，慢慢你心歪曲，慢慢你心偏邪，偏离上帝道啊。听你怎么样？因为当你让你心无保守的心，当你主的旨意内面无保守的心，行主的路。无小心去听主的话，然后你心无归向主，一直来一直偏差呀。
所以啊，姊妹，咱的心肠里，咱的心肠是恶魔咧。耶稣讲一句话：人心比一切更加诡诈，是不是？比心的偏狭哟。所以这人就是要成功，要忙活，伊就要保守伊家己的心，和这个心受控制，和这个心来受管理，到底做几来？你话孔子，这世界一堆人拢明白孔子的思想，因为我哋思想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、修心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，这句话内面开始就啲修内心，因为一人要顾好家己啊，一人无顾好家己，未成功嘅。那圣经波罗讲，我那是讲无国界嘅，边个教上帝嘅？耶稣讲咩嘅？耶稣在圣经里面叫人保守咱个内心，然后叫咱人分队。所以圣经有只借个字句啊，来教我们管理内心。头者就是底细，圣经叫底细嘅老话，底细致死。都是可以在作业上呢，越来越细，可以被挖起来。然后圣经耶稣讲佢背十二诫，哇，背咗十二诫来面对住。那这十二诫什么呢？将自己定死十二诫咪，即系过罗讲嘅，可以留嘅路，定死十二诫，无嗰只犯罪。然后有姊妹，圣经佢在讲耶稣讲佢行恶路，望行错路，望你心慌张。可以心受管理，但是姊妹，这个当中的情形，拢是一个悔改的生活，要求贪，无好。这人若是讲到你信主了背后，伊若无顾伊家己保守伊个心，伊个心会直来，伊何会因有刺痛，慢慢变狭，然后伊就落到你黑暗内面，然后伊死人的日子，拢要受到诅咒痛苦。但是你看这个人，哎呦，我想好了，这个人我相信有看，但是帮我注意这个报纸，不应该会看到这册的报纸。这叫人是在你心山的，心山十鬼鬼人家，十鬼鬼人家，我生了这样的事情，就是老君的，老君的，在你的第一个位，他非礼就打不进了。伊用电话声就无见啦，然后来到伊诊就找伊，找伊咧伊就叫伊个，即个面试然后离开房间，留伊家就就无见啦，然后就飞离就无见啦。结果伊后壁再叫伊帮忙打，叫人叫了，用钱银担保钱，但是话伊老本来哦。受高等教育的哦，德高望重的这个老君哦，安怎老君会做那物件？伊唔知讲错的咩？伊唔知道对了咩？伊唔知讲伊做这物件，咱只伊身败名裂咩？伊唔知讲伊面对这法律的制裁是偌严重咧？伊唔知讲做这个。小小的东西会做他毁坏他整个生命，他永远不知道我看不知道做老公，然后他坐脚步就停了，他不知道呢，他知道哦，但是怎样要做呢？他不控制他的心，阿们是不是？他管理不了他的心，他保守不了他自己，等你坐起来的东西，伊失去了控制；伊思欲起来，伊放纵伊家己，伊做了一项罪物件。你站在农民的市场，当你面对的日子，伊会痛苦，伊会惊吓，甲落来的人生是干嘛？毁坏吗？伊就是做一刀。唔对物件，
咱即摆要行这项物件，这条新闻在咧做一个见证。人若是无保守家己，基督徒若是无保守家己，会跋倒个，会跋倒个。基督徒个心就开始是调整嘞，修正嘞。魔鬼无停个，要甲你揪落底；圣灵无停个，感动要揪落底来。所以无感觉你心还是正挣扎嘞，啊，要犯罪。也是要行主的路，要犯罪，也是要行主的路，是不是？要讲那是神的话，咱要拼命，大家讲拼命，来保守家己，卖犯罪啊！离开罪恶的道路，忙个长久的祝福，兄弟姊妹，你每一刀拔刀，你要用到等一点钟去捡你拔刀，你要想怎样？你每一刀拔刀啊！你结果啊，要受到偌痛苦，要偌长，你点知？你知唔知？兄弟姊妹，上帝要祝福咱，咱的天父是听咱，要祝福咱。蒙福家己，成为上帝祝福你的阻碍。对我白来讲啊，是不是讲啊？蒙福家己，成为上帝祝福我的阻碍。那兄弟姊妹，你明白错啊？上帝要祝福你，但是祝福不了，很难找你祝福。你家己，每当上帝要祝福你，你就犯罪，你犯罪落去，你就会受到罪结果，受到罪诅咒。所以这罪诅咒就是贪的，贪的，贪不着他的上帝祝福。那兄弟姊妹，别怪请自己拢多，叫人行来行去拢藐视，拢你就落到天地，搵到搿只命。一无悔悔改邪话，一无就保守家己，一开家己的心偏邪，所以是只能起起落落，起起落落，每天都会啦。生人都特别烦的，咋会？这里下子来教你，要我说，我有六年未教你啦。我未考试咧，未考试咧，我都对跳楼，我话我今日才咁讲，即六年来我本来是一个大公司头家做一种，我碌个钱一钱钱，花个钱一钱钱，然后当天我背成股表示，你生命会受你捆绑。我讲你挑战日子好攰，你讲无好攰，真系凄惨。我俾到对人廿手，我好讲就做我表弟都，咱壮先特别强到边嚟，我想俾一包一包出嚟都出嚟。但是这日子长短啊，受苦日子长短啊，但是嘛，你无少家己，忙好，你家己正会。上帝祝福你的阻碍，无让你自己成为上帝赐福你的阻碍，明白我意思吗？基督徒信主要归悔改生活，好叫主的福气无停的、无停的满流在你生命。阿门。感谢主。啊，那回归家己生活，头一个对我来讲，保守家己。保守家己。感谢主，不话呢个，叫我保守家己。保守家己。第二，你保守你嘅，大家保守你嘅。保守你嘅。那乡亲们，听我嘅生活，嘅帮忙咱唔单止做家己家己呢，伊主会祝福俾领导嘅生命，即教伊嘅，即教世世代代。但是你看到怎物件？你看到人基督徒的家庭内面呢，真正是基督徒转第二代的兴起啊！第二代嘅无敬畏神、无畏敬虔的生活，为何你学到嘅生活？为何到面呢？因为基督徒会晓保守家己头代只属灵嘅敬虔，来到第二代啦，是啊，无将这个产业留予伊嘅第二代，甚至世世代代。今日你家己要学保守家己，尽心尽意保守家己，你甚至要尽心尽意保守家己家，我哋子孙在咱门口，我哋子孙隆重地坐伫主的内面，
你一生一世恩恩怨怨，无论在福气，阿咩喏？来看到圣经在《生命记》第四章九个十节 ，Deuteronomy。生命记第四章 ，Deuteronomy 生命记第四章第九至十节，九个十节。生命记第四章九个十节。当摩西本这个律法的当下，安尼款来讲，如果要敬虔、敬信、骨力保守着咱的心，免得咱未记一目睭看到上帝某个生命的形象，我免得咱一生即个事离开咱的心，总要传予咱的子子孙孙，大家讲子子孙孙。路都要大滴，路大滴，何烈山徛了亚华的心面头前的日，亚华对我讲：“你要为我召集百姓，我要叫伊人听见我的话，何伊人，我就伫春我伫世界的日子，会通恶见于我，佮要驾驶你行字，安尼行，大家讲驾驶你行字，安尼行，安尼怎么嘞？今日为生命保守家己，路国家被过来保守的家。”那咱等人真正注重一项物件，就是家会老而家孙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咱等人有一句话：富不过三代，富无过三代，同时，因为等人会晓将家会老的囝，未晓家的囝来趁家会，保守家会，欠家会。所以生出来的孩子叫做二世祖，会晓享受家位、开家位，嘛富不过三代，第二代就开了伊了嘛，对不对？犹太人就无想，犹太人就无将伊家位交互囝了。犹太人伊咱怎特别嘞？伊咱会将咱的家位、咱的产业、咱的生意交互会发展的生意人，会发展的产业的人。就是迄个有才干人、聪明人、有智慧人，可能就是伊一个经理，可能就是伊一个董事，可能就是伊一个股东人、少年呢，可能就是伊一个甲伊特别人行的，一个 partner， 哦，会哦，伊讲会就翻了，真奇妙、奇怪、奇怪。所以犹太人啊，到今日伊人伫来伫富足，伫来伫富贵，到我一个证明就是。伊人控制了全世界的经济，就是伊人用钓的观念。那伊人多，特别是咱做人，你会晓将价位、趁价位来教咱的囝。但是啊，姊妹，你是伊人多，你更加应该将属灵的价位，叫做属灵的产业教予你囝。伊人多那是要饲囝，要顾囝，将对好给囝。但是你囝那是失去了属灵的生命。伊含个羊毛，伊虽然有知识，伊会做最多咯；又读册官，伊是会做最多咯。伊若有镭，伊若有名声，原在做最多咯。伊只有一项物件，就是伊在你主的内面，有主的话在你的生命内面，伊对发明罪、离开罪，然后伊的生命把你个长久的个上帝引导前方向，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所以你产业、你家庭、你家会，该。恩恩怨怨，世世代代，子子孙孙拢平安。阿门。所以，今日咱要对咱的子好好的教育，哇！细汉一回开始，特别脑部激荡啦，要教伊心算啦，要教伊音乐啦、跳舞啦，但好的教育对管理教育对好类类学伊，用个侪类都袂学伊。但是阿个姊妹，我要甲你讲一物件，你更加应该学伊的。就是属灵的产业，保守的家，住在主的内面。伊拢讲会放世界物件地，但是未晓带伊家庭来教会放上帝地。今日我甲讲个姊妹，如果咱全世界若是你囝，若是食心肝，你囝做长物件，做个犯罪发到你。人一世人都蒙羞，一世人都失去了平安。看到的话，我一个见证，罗文啊，对，相关的那款，
伊是高等教育、名望贵族会行出来，但是照法都无。我甲你讲，都是老师的见证。我做咧骂单位，然后想讲到是去教会，后尾来一个人教会读出苏菲尼，惊读出 Gary 是个牙医呢。老弟老妹无伫个状态话，啊，我有去，伊说袂话。我讲伊见证，无就带领人决心去为主，决心带青少年，直直用生命影响青少年，教青少年上帝话，就落去呢。哇！伊做主会感觉真袂，做出去啊，甲人做出去啊。遐老师我拍倒袂嘛，十几岁了，遐差不多一万块、几万块，我慢慢上机了，啊上机，小可买老平面债个我。但咱无招人坐啊！咱一两站，一两站，一日一两站，咱未惊着。后面物件我会做，调我未惊着。但是我无去教堂，你知影无？我去教堂下点啊，搞搞钱，我真唔对，但是未惊。我老爸讲，安尼咯，在外口烧个人，又老爸讲，阮未听呢。一日咁声，来青少年，咁声，有一个牧师来讲道。我们不修新的殿，或者生命清洁，这是上帝欢喜的。我听了，这个圣灵感动呢。迄日祈祷的公主啊，如果我写你来去，当天开始我不停，我离开这个婚，结了婚，哎呀，结的，结起来就像无故意读，罗军教人生囝，教囝用什么生命定头生，我大热心来侍奉主。家主的话，带领青少年生命改变。那咱若是新主的人，带你囝在你主的内面，伊到底大汉的过程、过程中间，是世人的生活、生命，伊有法度影响，莫非来试探伊？伊人生要经验未尽，坐起起落落的代志，但是你总是要相信人物呀。即个人将主的话藏在伊的心内面，有上灵生命。伊就未离开主，主无放下你，伊会靠着主赢过得胜一切试探，重新过来站起来，未落到你罪恶过患内面，永远来受着黑暗的攻击，和魔鬼永远来捆绑。因为啥物事？因为你囝有属灵生命，有真理在你内面，有圣灵在你内面。这个道出几百万教会，那是你囝犯罪，我甲你讲良心话，你几百万的教会。不再要买你家的生命，我一生我一世人够惊人，我为生囝教人之前，我已经开始祈祷，我祈祷啥物款呢？起码啊，我求你，祝福我的家，建立我的家，我的家世世代代，子子孙孙，为敬虔圣洁、公义、正直。良善应有你圣名的圣话，这是我大家的耳朵，大家的耳朵，我一世人的渴望。但是我都跪着圣洁的，我都跪着一个悔改的圣话，就是我带我的孩子，我放上帝的，我的希望就是我的三个孩子专心专意专时间侍奉主，我无要求你，我无希望你做什么，我要求就是这样。对上帝无何条，我唔知；但是上帝何条做白面条，我唔知。但是我系心意上嚟看，其实过一个敬虔的生活，过一个悔改的生活，无少的经历有艰苦，无艰苦的。你到底只要做好一个生活，咁你惊做一个基督有艰苦？艰苦。咁你惊读三四年就有病变，有病了紧一段解散，一条路啦，艰苦。我一礼拜甲你见白白，有一个家庭崇拜，几分钟有艰苦？无艰苦啊嘛！然后坐你见白白来侍奉，白白来敬拜主，可以对你主入宝来。有艰苦？无艰苦。兄弟姊妹，若是要做一几项物件，坐你见在上帝内面，你见在对上帝的话、上帝国内面大汉，你一世人都会行正直的路线。阿门，阿门。那兄弟们，你哪里爱你的圣圣公的圣？你都要行主的路，你那是要爱你行，给人拜，
阿弟姊妹，这个世界第时第时咪互你家庭拜。人在这世界内面，世界有真侪引诱，真侪攻击，真侪试探，无非说，但系世人在世界运行，运行在学堂，运行在你这个这个家庭，在你这个枝条，在你世界就受到无停的罪影响。阿弟姊妹，咱若无骨力，无修，咱来嫁。那一家都徛会调来过这个生活日子，都是世界的日子。但即话讲，你一世人来，唔单止对佮高尚个地方，高尚来个。但是我讲一点多，是甲俗灵的基督徒有关系。那是你是一个俗灵基督徒，可以讲讲，你家己无做啥物件，咱要叫你家己做啥物件，你知无？我告你，你还要惊惊啥？什么无好惊？开始做啥物件？开始祈祷，开始探你圣经，出来惊字。那下面即话装修一个头刀的开始的。过去真久唔捌做了，真歹势呢，无歹势。为着你惊，为着你惊将来，惊惊顺顺无好，上帝祝福平安，领导你惊。这项物件无歹势，你受规矩讲我是做老板，我是做买。从今天开始，每个晚上我们一起祷告，祷告才睡觉，不认真。每个晚上我们读一段经文，一段圣经照亮，他困不认真。每一个晚上白白去教会侍奉主，就是不认真。这个敬虔的生活，都是保守的家的真正要紧的做法。兄弟姊妹，我的上一代是失败的，到我这代就是我的祈祷行到的得胜，我的祈祷是世世代代的得胜。我希望兄弟姊妹白白来追求保守的你的人脉是有惊奇的，让你惊奇敬虔侍奉主。兄弟姊妹，你好物件无留给伊，不要紧，我只要留在属灵的生命，属灵的生业。虽然含义也无交到过来，含义也有，因为在你上帝话里面，在你上帝国里面，上帝就都可以满足的祝福。你那时候老的家，为何你家？你家己，你不要老属灵的生命，你家，你何你家己？但是因为，你虽然有了你家位，富不过三代，你也在了生家了。败了了，因为伊个生命里面无神的话，无上帝生命。如今，你会安怎款来建立你个？兄弟们，真正简单，无坎坷。一个祈祷，一段经文，白白的书哦。你家己怎会包容？这个家就变成敬虔，这个家就变成是属灵的家了。当你在你属灵内面，上帝保守你家，和你家充满着平安，魔鬼的诡计的势力无影的就到你身上。原因在哪？因为你在你主的保守内面。要到，你要啷过悔改生活，对你关系保守家己，甲保守你家，爸爸你家，你爸来讲保守家己，甲保守你家。第三，最后我来看，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三节到到十六节，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三节到到十六节。大圣人在是讲到做教会监督、执事、牧师、领袖，应该有很快的生活。那大圣人在三标就三十，别人讲，因为你那是要做好的执事，家己要谈到美好的地步，并且在你基督内面的进度多有胆量。我希望天天教人面前，所有成长的代志少了。那是讲个土调音声，
你会通知影着你心的家要怎做，来是无？咱变来保守上帝家。我来讲，这个家是应许神的教会，真理的条件甲根基。大在敬虔无比，无人会通，无人会通，无奇怪，就是神着你用心献献，被圣灵真意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传于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被接到恩召来。我这边教导之前一点声，做一个头，做一个领袖，安怎去管理上帝嘅？啊，姊妹，咱请问一个基督徒，过一个悔改的生活，心主过后，咱当先保守家己，保守家己嘅，咱要保守神嘅。等来教会之后咧，咱姊妹要未去，上帝要称你为义，要分别你为圣，所以要改变咧，要转你思想，转你个性，转你行为，唔单只世界面前进来教会。甚至唔通温存世界面向进来教会，嗰啲教会内面向姊妹有正直，我哋今日嚟讲有正直，保守神嘅家，或神嘅声，因阮嘅圣洁参加为归纳人，有影响生命力量。一人咧又讲教会咁啊，生命就改变，因为这个是神嘅家，神嘅调教，是因些神嘅教会要改变人嘅生命。所以人来给我们教会念声，会通改变，受到咱人生命影响。向导来到教会咧，念声要提升，让咱们学教会的原则，要知影真理在真理里面大汉，在真理内面明白上帝话，然后过了对了上帝旨意，保守了会教会，成为一个圣洁光明的教会。所以向导路正经。你回家要知影，要分别世界甲教会。你进入无世界的攻击，进入教会，魔鬼的刺探，进入教会里面。教会不是牧师的，是哪人的家？所以，各项物件是平平来做的。咱是一个身躯，我是手，我是脚，我是目睭，我是耳孔，我是鼻孔，我是嘴。嗱，咱两组一位，咱叫做基督的身躯。是彼此关系，然后彼此相交，彼此受照顾，彼此建立。有多少职业来过上帝的保守上帝的万无归功的？那是一个基督徒来教会，对其他的学真理的名啊，所歪理的、是非的，咱们不讲的。所以，两千多多，你教会来听到是非的名，讲来后悔话名，要阻止，你还阻止？你若听到教会有彼此受害的物件，就会阻止，不敢讲嘢。人若甲你讲是非，点子啊？你问我这世界观念、世界观，为啥来讲入来教会？你应该甲讲，哎，咱信主的人，咱问讲后悔的话，咱信主的人问讲伤害人的话，咱信主的人会讲造就真理的话、听的话。我看到这人受这受那，你会可悲，咱会原谅做神的话语。这不是牧师的工哦，这个是彼此兄弟姊妹做一伙，当下这个家内面应该有责任，彼此受照顾，免得个魔鬼撒旦的诡计进入教会来伤害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明白无？兄弟姊妹，所以若是看到教会有罪物件，看到教会无按真理的物件，讲是非的物件，你要想尽办法去阻止魔鬼撒旦的势力引导教会。所以拍拍你一边，讲有责任；拍拍你一边，来讲有责任。入管，来讲入管，来保守教会，保守教会。杨姊妹，在你教会内面，会记会记啥物件？莫有是非代志发生。你肯定莫讲是非，是不是？阻止人讲是非。我讲的是非是非物件，我交代我杨姊妹，我嘛不讲你啦，佮讲的是是非啦。我阻止人继续犯罪，所以你要阻止你边仔的兄弟姊妹继续犯罪，你要阻止和魔鬼撒旦、撒旦的势力无在条领导人的教会。所以基督徒，入关呢，入责任呢，保守了教会，让我们教会受着玷污，受着垃圾，兄弟姊妹。你来做一个教会，你希望这个教会成功，看你教会。
我相信你希望讲这教会应用是应用神的教会，阿咩？你若要希望来这教会，你感觉荣幸。那咱两边等下进来，我若是到这边讲，甲我家己下进来，好像人个，人好像请坐外口新加坡名来教会，爱看咱教会。因为我感觉我教会真荣幸，我有一班真正听主、真正忠心来进来。人来教会，咱就看到咱个基督徒个，就请人进来忠心学伊，另外对拢是讲一句话。哎呦，侬教会咧担心咧，来做无安全、无餐的啊！然后安尼主动的，我个咧主动免叫的啊！你知道？干了白白按了讲个岗位，白白服侍，无讲你话的哦。我是啊，我来向你证明真正好个。I proud， 我真正荣幸，我有我来向你证明，对不对？侬听出去的点声，侬希望侬将其他看你教会。那是你教会是真正圣洁且光明的，你其他跟我讲到文天堂，文天堂也是怎样？你并没有关，因为你知影这个教会是一个好的教会，阿门。所以，只要咱保守咱的教会，成为圣洁公义的教会，你无论行到路，我甲来讲文天堂呢，全凭人数人吧，这个教会是好的教会。那是你教会是话人条条，条条婚宴啊，条条聚会啊，小命代志要生的，然后为侬，你行出去怎样？你安怎去传福音？你安怎去讲这个教会名？你若讲这教会名，你下水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很奇怪，多修教会，人人有责，路人每一人都有责任，拢有关来多修教会。所以你平常学教会，挂到你话内面。等你听了，你也无立刻阻止。你若是讲迄个人无是甲你牧师徛咧位，为教会徛咧位，你等你做丢物件，阿门。所以啊，我看到罪孽生，你有管去阻止罪孽生，盲目教会落到伊话内面。咱个教会话，你成为光明，有灵力个教会，圣洁教会，人来人教会，生命或者改变。所以啊，只管我听到某某人啊讲是非人的歹话，即刻阻止，立刻阻止。哎，咱信主人，唔系讲后背话，唔系讲歹话，凡事讲就就人话。安尼难啊？阿咩咯？安尼看咧，你就咧要无学，何必输咧？因为你过上帝嘅，上帝要过你嘅，我想讲，阿咩？你过上帝嘅。上帝鼓励的，因为你有心来保守了教会，上帝会祝福你正直公义的心，阿门。比如讲，你目的金，心的清，人讲是非，望对人讲是非，人做罪的件，望对人做罪的件，你靠他的骨力保守了家己圣洁，保守了教会圣洁，阿门。所以从今开始。都被明白成名，我把你叫白，我入关，入职级，阻止人，来做哪什么教会？A D 教来 A D， 入关，入职级，阻止人做哪什么教会？保守教会，保守教会，保守了新的歌，保守新的歌。你若过神的家，神要过你家，感谢主，感谢上帝啊！你对呀，啊！你是悔改神哇，悔改神我要做啥？然后就保守家己来讲，保守家己，保守你家，保守神的家，感谢主，感谢上帝，感谢上帝，感谢上帝。